天有戊辛，地有戊姜，对应之城正是古称戊州的金华。今晚一场乡音乡情戊剧专场即将上演，千余名观众是回乡参加第二届金华发展大会的嘉宾。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戊剧俗称金华戏，它是所有远离家乡的游子共同的乡音。多好多难得，根本这次是为什么有纪念意义的。对对，谢谢。聆听乡音，共叙乡情。今晚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戊剧人郑兰香、吴光玉来了。走了这场，他们两位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看过他们两位的名字的。当年郑兰香表演的小牡丹，吴光玉表演的小和尚，曾经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赞扬。戊剧断桥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桥。促进大会，这些老乡们都回到金华团聚了。那我们作为新生代白蛇传的演员培养出来，然后呢，老师白蛇、小青、许仙共同祝贺一下。时光不老，戊剧长新。今晚戊剧老中青三代同堂，他们将与观众一起重温经典，分享戊剧人的岁月荣光。正在拍摄的是戊剧电影《宫锦袍》，这是浙江戊剧团继《西施泪》之后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宫锦袍讲述的是女皇武则天与名相狄仁杰相识相倚的君臣故事。剧中人物武则天与狄仁杰分别由戊剧表演艺术家陈美兰和朱元浩扮演。宫锦袍是戊剧首个国家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将这样一部舞台精品搬上银幕，是为了留下戊剧经典的影像，扩大剧种影响力，也是为了延续几代戊剧人的电影梦。我们拍电影也是这个很多的风波的，四个电影都要拍了都没成功，在我家可双红莲终于好拍了。双红莲这个戏好在上海参加汇演，很喜欢，些专家看了以后对这个题材，再加上我们这一批人表演，那个一穿一表演都是农村的一批小青年，我领我闲的看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拍的电影。导演都已经来了，已经在双龙洞都去等了，姓沈，沈玉，又是片头都拍过了，拍了一卷的小卷。后来我运动来，没有办法，也吹掉了。西施泪，后来拍电影，总算完成了一个夙愿，成为戊剧第一部。1981年。戊剧第一部电影《西施泪》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戊剧名家郑兰香扮演西施。刚进艺校不到一年的陈美兰在电影《西施泪》中扮演宫女，38年后，这个西施身边的小宫女已经成长为戊剧新一代领军人物。从西施泪到宫锦袍，从郑兰香到陈美兰，这是两代戊剧人在不同时期所创造的两座艺术高峰。
如今陈美兰又将接力棒传递给了婺剧的青年一代。杨霞云和娄胜是婺剧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一生一代，台下是夫妻，台上是搭档，曾经双双获得浙江省青年演员大奖赛金奖、上海白玉兰主角奖等多项大奖。2015年，杨霞云荣获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继陈美兰的二度梅花奖和张建敏的梅花奖之后，婺剧收获的第4朵梅花。好像要生了一样的，天天做梦，然后感觉要生了，赶紧把这些衣服，我说要先洗出来。肯定都很辣。不，我们这都很辣。预产期是3月15号，快了，还有23天啊。我感觉要早一点，因为他长得快。他每次去查都说孩子长得太快了点。第一个月的时候还不知道，还一直在那里练功，然后就被他骂。他说：“对，我早就因为准备怀孕了啊，不一定什么时候怀上了，对不对？我就说你不能这样子练啊。”那天他偷偷的在放跳板，跟那些男孩子一起，弹一个，弹一个放跳板。他们不告诉我，他们发朋友圈了。你们猜这个人是谁？我一看。立马视频发过去，一顿骂我，干什么？哎呦喂，真是！他说又没事，我说你怎么知道没事啊？万一已经怀上了呢？果真已经怀上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接受不了，整天都在家里，又看着他们去演出啊，干嘛的？这个心里难受啊，待不住啊。我比他静得下来一些，他在单位里练功房里就是。跟男汉子一样很淑女，不是很不淑女。因为以前他是我偶像，他是我们学校的榜样模范，每个星期老师都得讲以前他是怎么练的，你们怎么懒。我是很会练的，能吃苦。老师说他就是没有一下子走过去的，比如说他现在走出去要去喝口茶，他两个空桥就翻出去了，然后喝完茶又前脚翻回来了。娄胜和杨霞云是同乡，又是武艺兰香艺校的校友。娄胜进校时，杨霞云已经毕业，后来因婺剧而生情，演绎了一段姐弟恋。后来呢，我在一个草台实习，他们在我们隔壁村演出，我去看戏去了，他演穆桂英的。哇，我这个就是杨霞云啊，好漂亮好漂亮，然后演得很好。艺校毕业后，娄胜竟成了杨霞云的同事，每天跟偶像一起练功，一起演出。忽然有一天，团里演出《青蛇传》，杨霞云饰演的小青在表演喷火时不小心把火药灰落到眼睛里，娄胜英雄救美的机会来了。盔头的一个老师傅姜老师，他说千万别用手，手很脏，说来个小伙子，干净的小伙子，拿舌头给他舔一下，这个他说这个口水可以消毒的。他们就在那里学，他谁来啦谁来，那些男的说那我来，然后他不同意，唱大话里那个蒋老师说娄胜你来啊，我来，我说哦那我好的我来，他说好吧，然后他就让我舔了，我就把他给舔出来了。那一刻呢，我就感觉好像心里一下很暖。今天是元宵节，浙江婺剧团在永康下乡演出。
村演出，观众偏爱看武戏。下午三请梨花，晚上又是娄胜主演连环计。戏正演到高潮时，意外发生了。谢谢。他自己当时后面回来跟我说，他说当时吓死，他就觉得哈、哦，肯定骨头断了，肯定断了，肯定断了，因为在台上他就自己听到哗的一声说很响很响，好，我说就最怕这种事情，真的最怕受伤了。通过初步诊断，右腿内侧两条韧带断裂，西医建议马上开刀。娄胜还是决定先到杭州找中医再诊断一下，是否可以保守治疗。你问了好多医生，那些医生呢都叫他开刀。我自己是，如果说那个的话，还是不要开刀好，因为开刀还是有风险。这样没事的吧？没事没事。胡思乱想想了一晚上，因为他疼得厉害，我一晚上也没睡。那些朋友啊，拼命给我找医生，拿好的拿好的，然后他们都给我反馈有的说的挺严重的。就有点把我吓到了，最大结果就是这条腿废了，以后走不了台步，连文戏都唱不了。你要走台步要一瘸一拐的，那就糟糕了。全身都是伤，反正现在是全身都是伤，肩膀、腰、膝盖、脚腕已经受过好多伤了，打武器啊那些。但是你去出台啊。武戏出彩，但精彩背后是高难度和高风险，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血泪汗水交织的苦练和打磨。武戏演员受伤是难免的，带伤带病演出也是常事儿。最严重的就是甲亢嘛，去年排练的时候晕倒。坐坐坐，起不来了呀，因为他躺一下不怎么样。三轻伤不下火线，舞台也是战场。当晚杨霞云还是坚持上台，扎上大靠就是穆桂英。台上锣鼓声声，台下掌声阵阵，剧场外救护车静静地等候着。四号，如果说拍电影拍到我坚持一下行不行？
就是文戏，就是走得很慢的。文戏肯定不行啊。这个电影啊，对于我们这个剧院这个剧种来说，我觉得很重要。我要是能坚持的话，我想就把它拍完，这样不留遗憾，最好是比较圆满的把它完成了。我内心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医生能不能同意。我没怎么照顾他，从怀上到现在那么多次产检我就陪了一次，因为我一直在演出嘛，一直说有时候刚好他去产检了，我在外面演出了，有时候呢刚好我演出回来第二天一早我还没醒来他已经不见了，然后我说你干嘛不叫我，他说我让你多睡会。他很体谅，太忙了，他都反正要不不在家要不演出啊怎样子，在演出这么累，我想想还是我自己去吧。能够生就肯定自己生。像你们这个工作，应该是对生孩子很有帮助的吧？哎，小云，嗯，你这娃好像一直还是有点激动，你看。他是很会动嘞。跟你一样，也是个运动健将。啊，但他心是好的，这个他心会是好的。哦。啊。嗯。放松点，他这主要几个问题啊，一个内侧的韧带断了啊，基本上断裂了，但没裂光，然后外侧还有两根，主要呢内侧他下去的时候把半月板压伤掉了，那半月板的撕裂，这个属于我们膝关节疾病中最复杂的一种病变，哎，啊，半月板复个位啊，有点胀啊，放松，哦，嗯，好，哦，放松啊，这是什么？这一痛，嗯，这是我小的，现在呢，三痛还好了啊，好起来啊，开始恢复练功大概一段时间，两个月左右，哎，两个月以后，两个月需要啊。现在是让他恢复起来，拍电影的时候能够正常站立。对，现在做花架子了，只能。他用是吧？哎，他用。王子刚，来，来，谁？五层圣，陛下，催动所有神灯，加速而行。紫炎泽，赞。尊者。但是又累又兴奋，可能更多的是兴奋，疲劳都忘记光了。衣服都20几斤，还头是鞋，大约要15公斤了啊。腰不太好，觉得就是跟舞台不一样嘛，舞台是一气呵成，刚刚情绪到了，它又断了。因为我呢很会出汗，怕破坏这个妆，其实我不怕累，怎么办呢？这个棚你要过敏，又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就必须你要坚持下来，必须这样。站久了他就有点开始有点难受了，要这么翘一会他就舒服了，没关系，还好，我觉得可以坚持了。经过两天的拍摄磨合，陈美兰渐渐适应了电影镜头前的表演。今天浙江舞剧团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受邀参加2019年5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化嘉年华开幕式演出，这是继参加中宣部、文旅部主办的新年戏曲晚会、春节联欢晚会、元宵晚会之后，浙江舞剧团今年第四次登上央视舞台。所以有戏曲，首先想到了浙江舞剧艺术研究院的这一波优秀的青年演员，
他两个原因，一技艺精湛，第二就是团风过硬。这也是我们陈美兰创作团队的荣誉嘛，是荣耀，我是永远跑龙套的。马上进厂房了，昨天等一晚上，我想，哎呀，我就想等到他从厂房出来那一下啊，要没机会嘛，待会完了再回去看。睡不着，昨天晚上不会睡了。跟爸爸很像，重体重是6斤啊，3000克，身长50，然后是17.03分，怎么会有这么老实的？17.03分啊，病黄吧来。霞韵出来了吗？霞韵有没有出来？还没有啊，我控制不住，太激动了。晚上得回去，因为明天6:30开始化妆，上午就要拍的。老公，再买一个吧。满意了没？谢老师，我还吃了一个金黄子茶，念得还到五分，终于吃了完了，终于表扬了，我表扬了，没事吧？可能站得有点久，能拍完就好了。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看视频，你看，昨天在帮他洗澡，你看洗都洗不醒，还在睡，他继续睡，比刚开始大多了。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越来越好看。还有一天，我再坚持一天回家陪他。我每天就看，就这个视频陪着我，早上起来就看，晚上睡觉也看。十千多啊，今朝十千多，还小雨嘞，啊，还小雨嘞，哎，这是哪里名呢？哦，就是外景也是保密名。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应该都是杀青。今天晚上应该美兰就杀青了，后半夜。Thank you.
现在我的眼睛其实我看不见，真的觉得突然看不见东西，我的耳朵觉得也听不见，但是我真的太高兴了，学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影视和戏台上表演完全不一样，真的凭一种精神在坚持，我整套的这个行头30来斤，你说我一下累，我就把头拿还拿不下来，我就想让他就是完美的呈现吧，就坚持。好，谢谢。辛苦辛苦辛苦。时光中的定格，就是风云际会，随物复形，时光易逝，而一代代物具人前赴后继，奋力前行的足迹和代代相传的精神风尚，被永久定格下来。杀青啊！松紧吧！他长久没画，找不到感觉，我给他改一下。你们这些年去国外的话，去了多少个国家？多少个国家？30-40个吧。30-40个国家有，将近40了。每年基本上都有2-3次大概。今天法国演出商组团专程来金华，洽谈物具赴法国演出事宜。近年来，浙江物具团已经出访5大洲49个国家和地区，国外观众对物具的喜爱和热情超乎想象。他们来看演出，西装革履，穿礼服，早早就到了，都候着，他中途也不鼓掌，完了也不走。必须都等你卸完幕了，等你们演员全走了他才走。我们有一次在哪里，我以为台怎么这么安静啊，还以为台底下没有观众呢，再一上台，哇，其实是坐满了。我们整场演出演完了，他们就真的就不肯走了。南美国家都非常热情，他们就会跟着我们的节奏跟我们一起舞动起来的。在美国那上万人广场呢，全都是人，我们那里演出人是最多的。结束以后观众全部进来，我们基本上围在里面拍照片，我们出不去了。演完了陈老师都被他们堵掉，后来派警察进去把他接出来。我们不是谢幕谢完回去了吗，他们不走，然后在台底下不是然后又把我们喊上去，喊上去我们又谢幕，谢幕走了，还有又喊，就一直在下面喊，又派警察过来拍照开出来，这个真的跟明星一样，很有感觉。我们这金华有2200年的历史。Les salles de tout dirigées par toutes les personnes qui sont là ne sont pas des salles comme celles que nous venons de ici. Oui. 因为是商业演出，双方对演出剧目、演出场次、人员配置、音响、灯光等都要提前计划约定。为此，剧团专门组织了2场观摩演出。翻了过去，我就在愁了。曾经，多长时间没有展了？好久啊，一年半了。今天他们看演出不用话筒的。哎，不用胸麦。我们上次去法国演穆桂英也是不带，乐队人少，乐队越发近，反而跟他们。我感觉很舒服，他们也特别进入，但留不得你开小差了，因为就那么1-2件乐器在奏，他就跟演员都粘在一块。参加过法国巴黎的一个戏曲节，
就是也是这样的形式，他就是乐队，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就是演整本的穆桂英，我们还得了奖。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是戊戌刀马旦的经典剧目，曾经多次出访演出，深受国外观众欢迎。今天因为法国演出商点名要看此剧，杨霞云产后第一次披挂上阵，穆桂英再回沙场。Nous avons vu plusieurs extraits de, enfin les extraits de plusieurs spectacles de la troupe de Perabou, Jiang, de Jinhua. Et c'était merveilleux, c'était magnifique. En particulier l'extrait de Muguin, qui est une des deux pièces que nous proposons en tournée en France. Et ce soir, nous attendons avec impatience La légende du serpent blanc, qui est le deuxième spectacle que nous proposons en tournée dans une quinzaine de villes. Et ce soir, nous sommes là avec 12 directrices et directeurs de théâtre.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 wonderful performance. It's a beautiful company. Yes, really, really great. Yes. And poetry, incredible poetry. Yes.Very, very, yes, perfection. 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抓住机遇，一个地方剧种，这个能够走到这个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去演出，那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还是商演。Merci beaucoup. Merci beaucoup. 经过两天的洽谈和观摩，双方签订了浙江戊剧团2021年8月。赴法国15场商业演出计划。只要你有好戏，远方的任何一座舞台都将属于你。舞台上的远方，起点永远在脚下。无论走出多远，他们都带着故乡的印记。